有我最摇摆，只有我最摇摆，没有人比我帅。Come on， 只有我最摇摆，只有我最摇摆，想不想靠过来？只有我最摇摆，只有我最摇摆，没有人比我帅。只有我最摇摆。只有我最摇摆，想不想跑不来？啊！恰恰恰！我是哈林庾澄庆，你是？第一回合参赛者有东城卫的介、喜恩以及阿 Ben。有新作品的。是的，这张 EP 有两首新歌，一首是《太天真》，是另外一首呢是《闪亮》。来，在这个新歌收听之前，我们先来听看这首你写给别人，是，然后又收回来自己唱，有收录过这首歌，2000年梁静茹演唱的《勇气》。放在我手心里，你的真心。好的，全摇滚乐团也食人间烟火，所以我们现在摇滚版的会来。你不给乐团摇滚版的，你给后面那摇滚版，你是奇怪的，对不对？啊，太摇滚，你怕摇滚版的太摇滚，这是一种挑战啊！他们习惯摇滚了，就给后面摇滚。哦，对，这种挑战，摇滚要有勇气。哇！我们都需要勇气，去相信会在一起。放在我手心里，你的真心。我的真心在10月20号星期三晚上，在大河岸，请欢迎大家来听。Thank you。耶！说一句实话，衔接的非常不顺畅。都准备进入将近挑战赛。耶！摇滚课全体肃立。新生代摇滚团体东城卫带着改版专辑再度前来踢馆，现在就让我们一起 rock all night。刚出炉的乐团。这是第一张专辑，对，没错，第一次改版，对，第一张专辑就可以改版，所以这一改版就是歌迷之福还是之苦啊？没有，这都要谢谢他们支持啊。对，现在摇滚乐团生存的空间有比以前大吗？我渐渐好像比较跟以前比起来，现在大蛮多的。对，跟以前比，可能你们有接触过前辈，或者你们自己本身之前也有从事这个唱片啊这些工作，有这样的经验吗？我们在录音的时候有接触到那个以前的乐团的一些老师前辈，是的，对，他们有给你们发牢骚，对不对？还好，教我们很多。哦，没有发牢骚。老人家总是爱发牢骚。我们小时候都听哈林哥的歌啊，所以你的意思说我才是老人家？对，是厉害。骂人不带脏字，不带
来张氏也只有我们这种老人家才听得出来。汉哥其实他的铃声，其实我的手机铃声，是他们打来的时候电话是那个。我知道我已经。哇，真的出枪快，转枪慢。到底是出枪慢还是出枪快呢？都可以的。还好，我不啰嗦，所以直接就让你们闯关。所有的题目都给你摇滚下去，对不对？你看，连光良都要摇滚起来。哇塞！哇塞！厉害！哎哎，不要乱比，我没看到，不要乱比。他刚刚给我比个六啦，没有，大蒜。我刚拿了一个包。喂，我要教他了。哦，要转过去来不及。要转六转过去变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要选什么？KTV 热门摇滚。KTV 热门摇滚比较热门，可能歌曲会比较 KTV 过关的几率就大，对对对对，比较有机会。你看，这边有动力火车、无情指数、五月天、离开地球表面、赖明伟、黄伟哲、为你而活。第一首我是还行的。对啊，第一首好。第一首，对，动力火车比较熟。哦，你们两个都会就对了。那就分着唱。你这个说法就是你们两个都不会就对了。选定了，动力火车1997年《无情的情书》。站在屋顶，配合霓虹迷蒙了眼睛，誓言欺骗了，吹痛了，相信我的心碎能说给谁听？无爱的情。我为你蹉跎一辈子，你给我潇洒几个字。OK， 16个字，请看。哎，你们是来看热闹对不对？他们两个唱完，他们还这样子，对吗？怎么样？我们两个答案好像还蛮一致的啊。对对，反正只有你们两个会，你们研究一下。其他的两个待会儿 ，NONO， 是每一首歌要什么道具就发给他们。好啊，好，没问题。麻烦 NONO， 这首书你就应该给他什么纸啊、笔啊、墨啊。这首邓也会唱啊，你觉得？你也会唱啊？这个我觉得这个感觉对啊，感觉对，对对，没有感觉对，感觉对，答案对不对呢？上次感觉也蛮对门就关了。对啊，感觉有时候错一两个字其实是很顺的。可能唱一唱就是。哎，会，我要问一下，会不会那个你？女字旁跟人字旁会不会有关系？有可能，有可能。可是都唱女。我为你这个男生跟女生，或者是男生跟男生表白都有可能。你们就适合男生跟男生表白。我为您吗？我比较希望是女字旁的啦。你喜欢女字旁的，那我们就确定了。确定，确定。正确答案请揭晓。好险。幸好是你是，你应该突破上一次啊，一关就挂。那上次过一关，这次一关就挂。然后下次接龙就输了。对，漂亮漂亮。最后一次排通告都不给你们排。接下来第二关，东城卫挑战无印良品的掌心，有了原唱的加持，东城卫终于打破上回两关的魔咒。现在他们要来演唱黄大炜的《让每个人都心碎》。这是一片漆黑，谁都不能看见谁，除非静静以为我让自己喝醉，没有你我就不能入睡，整夜又整夜的我绝对不会后悔，寂寞是被原谅的罪。爱情怎么让每个人都心碎？怎么去安慰？请注意。爱情怎么？
上我的眼，哎呦，从此就再也说不出我爱谁。来，请说，可以看上去吗？来，请看上一句。你的泪烫伤我的脸，你的泪烫伤我的脸。好，还有八个字。从此就再也说不出，从此就再也说不出。请看，应该要提示了，我觉得。也不用白不用，因为我觉得那个我的脸应该是我的嘴，这反正这三个也没用，对不对？对，想出的我觉得已经奇迹了，真的很厉害，完全没有被卡住，只是不确定这个答案有没有问题。你想要用提示团？不要用吧。没有提示团。哎呦，有人说不要用，不要用吧，不要相信他。昨天有没有？可是词义是真的还蛮熟。前天啊，哇，那你宿醉两天。你们觉得？我对自己没信心，我对他有信心呢。太好了，团员们都相信我 ，OK。我相信你了。答案确定。哎，有没有摇头？他说没有问题的啦。正确答案请揭晓。王大伟的让每个人都心碎，可真的让东城卫的每个人都心碎啦。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？东城卫第三关挑战黄大伟，让每个人都心碎，没想到又惨遭失败的命运啦。我们不如看一看那里到底是什么。你的泪烫伤我的脸，那一次我唱到伤悲。东城卫再次用同样的方法结束了自己的生命，比上次进步了一关。第三关失败，第二关的奖金折半，3000元送给。